姓氏匿名的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实在想不出是谁。没事，现在学校在调查呢，等结果就好了。反正我没做。哎，哎呀妈呀，建哥，别睡了，帮我查个事情。你去查一下马小小和他同学的关系，还有，最近身边的小伙伴有没有陌生人跟着？查这个干什么？叫你查就查就行了。去吧，查完请打边炉。走了。你都知道了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吗？你想啊，第一时间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育才中学，这肯定是有人散布消息，估计过两天就传到马安街了。可是我想了一圈，我实在是想不到谁会这样害我呀。不管是谁害你，只要害你。 弄死他！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达达，你好了没有？要迟到了！哎，来了来了，现在就走！快快快！哎，来了来了。 还真是刚开始做好学生的人哈，你就迟个到就这么不淡定，迟到还淡定啊？小小姐，我们上补习班去了啊！好，去吧，接我走了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爸，我走了。知道了，我都吃上了。啊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怎么样？ 还没有结论，现在我去学校配合调查。马叔，哎呦，阿航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来？你还要说什么话？怎么能不欢迎你呢？坐坐坐，这还有他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那点水自己倒啊。哎，马叔，你有没有想过让小小一起跟我出国留学啊？哎呀，小小跟你可比不了，你现在是真有出息了。她要出国也能像我一样。一女孩，去那么远干嘛啊？没用，最后还不得回来结婚生子啊？哎，不是，马叔，可是马叔。 小小要是不出国的话，他真的会自身难保的。什么自身难保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呢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我听说小小高考作弊，学校也在调查他，他刚才是去学校配合调查的。谁说的？这马叔，这都是真的。胡说八道！我被小小搞被拉走都搞得上，又得找作弊吗？我去找他们去。 马叔，啊，马叔，马叔，你怎么了？马叔，马叔，快来人！喂，大夫怎么样？
怎么样？我老公，大家安静点，病人现在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。那就好，不过我们还要给他仔细检查一下，观察一晚上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先生，哎，回家了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哎呀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你说。 我们家这都几次了，每次都是街坊邻居陪着。哎，都应该的，快坐坐坐下说。啊，你说，自打我们家老马得病以后，我们说话都不敢动啊，就怕刺激他，把他像孩子一样哄着。知道自己这个情况，你看还那么爱激动，怎么说都不成。自来，你别想那么多，你看咱们。 在一条街上都住了几十年了，谁家没有一点事情？是吧？就是，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我们阿航的错。哎，不怪孩子，阿航怪我们家那闺女。快，和你牛姨道歉。妈，妈，爸怎么样了？ 小小，刚才医生说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一个晚上就可以出院了啊。妈，爸好怎么用的？哎呀，都是阿航，都是阿航惹的祸。哎呀，这孩子小嘛，你不懂事儿，一着急就说错话了。没有说错话。能不能少说两句？我没有说错话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小小好。 我没有说错，我也没有做错。哎，你少说几句。我都是为了小小好吗？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不都是为了小小好吗？他现在不出国，他以后怎么办？他去哪儿都会被人说他高考作弊的事情，可他品行有问题。你给我小点声！哎，牛姐，要不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？哎呀，丽丽，太麻烦你了。说什么呢？啊，回家没点事儿。 马上就回来，谢谢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你妈照顾好，啊！我没有作弊，我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做过弊。 东东，哎，不知道我干嘛？有点事想请你帮忙。嗯，这是一封联名信。联名信干嘛的？你还记不记得高考完，小小为了保某估分，把答案带出来了？啊，给我们对答案用的。我去问了苏老师，有人因为那一张纸诬陷小小提前弄到答案，把答案带进了考场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？这肯定是诬陷啊！是啊，所以说我写了一封联名信，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去。 小建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进屋坐。易东东那个联名信你也签了？我签了，签了，亲笔签字。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问你啊，
高考完你们对答案，每个人都写答案呢。行啊，不过小金哥你也知道，我们的答案没有什么参考意义。哦，我们都是对的，小小姐的答案，她写的很详细，写了有4页纸的答案呢。哦，太厉害了，考完还有那么多时间写答案。那答案纸现在谁那里啊？好，拿回家了。真好。江哥，你这让我查的那个，你先忙吧，我走了。我不忙啊。来了。出来谈谈。跟你谈什么呀？过来。还让我说什么？曾豪，你不该那么做。我不该这么做？我做什么了？我不该这么做？大炮，哎，哦，我们失联了，谁他妈放开我？别碰我，放开我！你再碰我，叫警察啊！叫警察是吧？来，你现在叫，警察来了，先把你抓进去。曾豪，他们谁呀？我认识你吗？举报信是那个女人写的，举报材料是你给她的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。高考结束那天对完答案，曾浩把答案纸拿回去了，是你拿到手了，对吧？等调查结果一下来，小小就被你害惨了。我知道你想让他和你出国，但你这种方式对吗？随便你怎么否定我对小小的感情，也随便怎么否定我这个人。你们一个个远离我，不是想看我笑话吗？对不起，失望了。曾豪，我不是要否定你，我是要救你。不需要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但我告诉你。你要是敢害马小小，我就宰了你。去把举报信要回来，再跟马小小道歉。这事到此为止。如果我不能，你还应该要点脸吧？啊？那我就把人抓了，给你扔猪江里，再搞臭你的名声。小乔，你不用太担心，我写了联名信给学校，大家呢都在上面签了字，也都会给你担保，保证你不是作弊的人。苏老师也会帮我们的，事情没有那么糟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怎么会在那里啊？我觉得曾豪不太对劲，我来找他的。果然是。谢谢啊，东东。不用谢。
我都看到了。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干嘛让两个混混压着一个女生，还动手打曾航？那我也不能看你受委屈不管吧？我当然也很生气，但是在那种情况，要是曾航和吕局受了什么刺激，出现什么危险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当众戳穿他，已经很给他面子了。这次曾航是有错，但是你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你可能觉得我做事情绝，对曾航残忍，但我混了五年社会，我就是那种人。我能想到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社会上的办法。我不是这意思。你想对小五做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在跟我做什么？我只是把他们的脸给涂黑了，你就打我？那我要是追到你喜欢的小小，岂不是要你杀了我？你不配！你配？你这么着急马小小，不就是因为你喜欢他吗？可他给过你回应吗？我为什么要有回应？真是个傻子。喜欢马小小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只是希望她幸福开心。你要觉得这样是傻子的话，我愿意当个傻子。哎，你俩有酒吗？刚才你打了魏全，请我喝顿酒吧。说大家都羡慕我，嫌我们家境好，一路上都顺顺利利的，还要出国留学。可是我的苦有谁理解呢？我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们这种单亲家庭的孩子。我这么努力的学习，得到了回报，这么努力的喜欢一个人，马小小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很久以前就喜欢你，
可是你从来都不喜欢我，就连假装喜欢都不肯。哎，哎，你说我很差吗？你不差，甚至可以说你非常优秀，但是你有问题。我虽然没什么经验啊，但是我觉得真正喜欢一个人是不管自己有多痛苦，也希望他能够开心幸福。因为你看见他在笑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笑。我猜你也知道吧，小小喜欢的是小坚果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易东东，我告诉你，我曾航得不到马小小，嘿，他欧小健也不可能得到。这从小，这大家都说他欧小健，学习好，篮球好，就连这个哎跳舞也好。哎，我现在我就可以拍着胸脯说，我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那个欧小健，但是马小小他就应该喜欢我，他就必须喜欢我。夫妻能说出来代表还没那么伤心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不生气了，我已经释怀了。你别跟着我啊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先自己喝上。啊，要牵着你走过了多少风景，曾经是你为我担心打抱不平，我们承诺过就算分离也不会忘记，你是我永远不放弃的原因。我不相信你走得无声无息。我不是真的要害你，我喜欢你。说的保持联系，你曾经叫我把头抬起，却忍不住泪滴，怎么睁大眼睛还看不到你。不要说走就走，这种人醒过了头，怎么总在失去后才想要回头。是我犯的错，不抱紧你就让你先走，再牵不到你的手，才发现已失去你的笑容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会珍惜每一刻你的笑容。
天哥找你的半天。找啊找啊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天哥你呀握握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到见到不，你去国外不要只顾学习，也要记得搞好自己的生活。放心吧，美婆。证件检查过没有啊？检查过了。那个妈，外婆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到了那边马上要打电话回来报平安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不单要报平安，你还要每天打电话汇报生活。嗨，知道了，外婆。你说，哎，我妈跟外婆就交给你了。照顾好他们，啊，没问题。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阿航。嗯，你是不是跟小坚哥闹别扭了？哎呀，我都有点不知道我跟他到底合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你跟小坚哥一起长大，明明就是麻将界里最登对的一对，怎么又不合适了呢？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之前不是说我跟曾航吗？我知道你其实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小建哥。走，干嘛去？走啦！你干嘛呀、啊？姐，小建哥还没睡呢。姐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现在生活里没有小建哥，你会开心吗？那你和小建哥在一起开心吗？那你想见他吗？想。那不就行了？你们俩就是太像了，明明心里啊想的不要不要的，
结果呢？嘴上一定要逞强。为什么不能主动一点呢？怎么主动？可是这样真的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就当给他一次机会啦。奇怪，怎么没动静啊？不是这样。和你道歉了。对不起啊，那天是我冲动。但是你让你的兄弟去对付麻将界的小伙伴，还是挺不好的。对不起，我那天态度也不好，以后会注意。但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那要是你欺负我，我怎么会欺负你？万一呢？我要是有欺负你那天，小杰，哎呦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